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，挑战继续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下一位登场的会是哪个组合呢？三二一停。意思啊，今天到黄金一百秒一看，明显几个人收着。你平时你们在那个 MV 里是这么抖的吗？是不是基本上到地了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我们在 MV 里也是这么抖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就是喜欢我们这个舞蹈和歌曲的网友朋友们，他们是比我们抖的还厉害啊。那个对，我就看网友那个抖的，触电了，海淀门了。OK， 好，先给大家介绍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里郎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里郎的老婆美萌。我就说嘛，我说阿里郎什么时候招收女学员了？啊哎，对，他是我们的后盾。嗯，我们的阿里郎队长的老婆。对，没有，我们的后盾。全赫的老婆是吧？对对对，是，她是我的媳妇。对，什么时候结婚的呀？结婚的话，咱们是两年还是三年了？对，这种问题就是记不住吗？这是送命题。没有没有，一定要记得很清楚。其实我跟他是谈恋爱，是谈了11年，对，然后才结的婚。嗯，对，这样。但是美萌啊，今天登台，他绝对不是以一个这个阿里郎的家属的身份登台。嗯，因为刚才唱的这首歌啊，叫《人猿泰山》吗？隔壁泰山。你太不够意思。也可以是吧？隔壁泰山，网上很火的一首歌嘛。对对，据说是美萌写的，对吗？曲子是美萌主写，然后作词呢是小崔，我们一起写，一起打造的这样。不是，歌词有什么可写的？就哦，对，歌词写的很容易。刚开始我们写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应该是差不多4年前的吧，咱们对，本来应该是投给一个国内的动漫的一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曲，然后我们投的是两首歌，但是呢，当时那边的就选了另外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就被 pass 掉了。然后呢，过了1年以后，我们也给好朋友，也是歌手，他找歌的时候，也把这首歌也推过去了，又给推了。对，然后觉得还挺可惜的，然后我们就唱了，一唱成名。对，但是据说这首歌最开始创作和那个人猿泰山那个感觉是没有关系的，是没有猴。本来也跟人猿泰山没关系，是隔壁泰山。隔壁那不就人猿那个泰山那个感觉吗？对对对，是吧？最开始是和那个泰山是没有感觉吗？对对对，因为刚开始做的那个 demo 小样是没有词嘛。对对对，据说我们导演组很厉害，找到了当年创作的小样，俗称 demo， 给大家听听最开始这歌是什么感觉啊？明白了吗？最开始写的不是泰山，是鸭子。对对对，鸭，隔壁的鸭子，隔壁的。没有，对对对，应该刚开始写的时候是这个旋律。哎，但是真的知道你的太太帮你们这个团队写了这么一首优秀的歌，真的挺羡慕你们的。我觉得你真的也很有运气啊，很有福气，娶到这样的太太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福气了。啊。太太最近又写什么歌了吗？我们即将要唱的这首歌，不是我们12生肖除了猴还有别的吗？因为我们要唱的也是我写的，然后大家一起唱的，叫今天吃什么吗？所以我很好奇一个问题，在你们隔壁泰山这样一首歌爆火之后，带给你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就是隔壁泰山火的那一年，然后我们的小泰山，我们也有了孩子了，对，是跟着泰山一起来的，然后现在他8个多月了，然后就是我们最大的变化吧，小福星，我俩的是最大的变化，对，你们泰山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信心。用心做音乐的话，还是会打动很多人的。说得特别好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啊，哇，我天，今天最后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我觉得那个抖肩舞啊，它有一定的医疗的效果，对不对？现在人这个颈椎也不好，然后肩周也不好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跳了这个舞是包治百病。啊，对呀，能不能简单教一下那个舞是怎么跳？啊，标准版就是隔壁泰山嘛，咱指隔壁，就楼上嘛。
来，隔壁，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定了之后，然后开始就甩肩膀，甩一下，哎呀，哎，好甩哦。哎呀，家里洗衣机都不用用了，自己甩干。干了吗？已经。但是我觉得最后那甩肩动作，咱们现场观众看了也累了，对不对？很舒服，对。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试试哈，那个阿姨做出来也不错。来，我们开心，全体起立。再教大家那个抖肩怎么抖，来。抖肩是这样抖的。好，咱们来试一下，好吧？大家一起，我们一起。好，来，我们跟着音乐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观众起立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抖喽。舒服多了，是吧？别解压了。对，再跳完这个，哎呀，真是气血畅通。哎呀，肩膀就好了，怎么感觉脑子有点迷糊了？别跳太猛，容易跳出后遗症来。哎，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们准备好了。那就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，好吧？三、二、一。是金子，总会发光的。100秒计时开始。什么才是人生啊？交给时间来解答。某个清晨，当我睁开眼，发现人生像每日三餐，不同的做法不复杂。什么才是幸福啊？嘿，谁说需要玫瑰花？某天清晨，当我醒过来，发现幸福像每日三餐，和你餐桌前面对面。Yeah, 你想吃水煮鱼还是烤羊腿，或是酱香鸭和那叫滑鸡，关东煮铁板烧还是炒年糕，新疆手抓饭或者糖醋排骨。今天你想吃什么，就让我带你尝鲜。你想吃什么饭，不如我手忙脚乱做一份蛋炒饭。今天吃什么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啦啦啦啦啦，不忘叮嘱我每天一颗苹果。 Baby 这一家是发啦发啦妹。今天吃什么，听听你的想法。啦啦啦啦啦，也许这就是平凡中的浪漫。发啦妹谢谢大家，谢谢，祝贺你们挑战成功。谢谢，此处应该有黄金项链一条，送给你们坚强的后盾。谢谢，谢谢。其实，我这个项链呢，不知道我刚才要送给谁。其实我本来是想送给美罗来着的，但是呢，我又一想，因为我们孩子刚刚出生以后，其实最辛苦的是丈母娘一直在照顾她，这个项链。想送给丈母娘，不花钱就把没有就把岳母给讨好了，没有了。然后呢，美罗的呢，我就继续再努力，然后再给他买一个就行了。这就是人的成长，因为在不同阶段经历了不同事之后，你懂得感恩，对不对？所以相信未来阿里郎会创作更多跟丈母娘有关的歌。可以，丈母娘，隔壁的丈母娘。OK， 谢谢，谢谢，继续加油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